海退潮了，这是我的装备啊，名叫赶海神剑，咱们出发。捡到一只虎头蟹，可惜已经不行了，不要了。这个派大星啊，长得有点奇怪，感觉它像什么又记不起来了，可以带走吧。发现一只海螺在石头上乘凉呢，个头是小点，肉还可以。这几天啊，海里的大腰子太多了，也不好吃，不要了。这里啊，来了一条八爪鱼，上回有八哥，头大爪子多。哎呦，你看这大长腿，小螃蟹卡住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出来了啊！这是一只赤甲红，带回去吧。今天的运气啊是爆棚了，哈哈，漂亮啊！一只毛毛虫，这可是一只正经的海参。推土机来了，今天不在沙子里，跑水里去了。哦，这个肉还是挺肥硕的，那就来吧，捏爆它。嘿嘿，这个贝壳上面啊长满了刺。不过挺好看的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小龙虾身上居然有个壳，嘿，喜欢它的小伙伴打个666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